好。我们今天是在 Raffle 的社团里面，对不对？好 ，Raffle 的车友们，大家早安。Raffle 的社团哈，我们如果啦哈有安装到相同车款的话啊 ，Raffle 的都会在上面来跟车友们来分享一下。那这款车是Raffle 的五代，这一台是2020年的。这个的话，这台车有分2.0升嘛哈，这个车友应该比我了解的哈。有2.0，还有2.5。2.5的话，它也有分油电，它又有分二驱、四驱之类的，所以它的配备了哈，也都还蛮不同的哈。那今天这一款车啊，这一台是2.0升，然后是二轮驱动啊。其实啊，大概经理大概看了一下哈，都是原厂的啦。那最主要车主呢，这款车的车主哈，大家都反映说它。虽然啦、已经改成是 TNGA 的底盘，可是基本上它的设定啊还是偏向比较舒适一点点，所以改了 KT 之后，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改法哈，都会大幅啊改善它过弯侧倾以及操控的状况。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避震器，第二个是轮胎的规格。像这台车有的是配17寸，那今天呢来安装这台车是配18寸哦。那很多的车友啊都已经升级到20寸，那为什么升级到20寸之后啊，它的一个操控感会比较好？是因为，来，我们把镜头带到轮胎这里哈，像这个是18寸的，它的轮胎规格是22/60/18，22多少？225哈，好，22/5/60/18，好，22/5/60/18，所以如果啊，我们改装成20寸之后，这里的这个扁平比它的幅度啊会变小，也就是它的外径。会很多的车友都会以为，如果改装了比较大规格的轮胎或者是铝圈的话，它的整体外径是会变大的。其实不是哦，我们改装的方向，轮胎跟铝圈改装的方向啊，是外径。好，外径尽量不要变，因为外径一旦改变，车高也会不同，然后时速表的话也会不准确，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比较建议啦。升级成正确的规格，它的外径的话是一样的。好，那外径一样之后，这里的扁平比的幅度啊就会变小，所以它过弯时候这里的改变幅度侧倾啊就会变少哈。所以这个除了改装轮胎铝圈之外，避震器也是一个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改装哈。那为什么原厂的它的侧倾的幅度会比较大？因为啊，原厂 Toyota 在原厂在设计的时候还是以舒适为一个导向，所以。像这样的弹簧还有阻尼设定的话，其实它底盘的话已经比四代还要好了，但是它的一个阻尼，好，阻尼指的就是像这样的软硬度或者是弹簧配置的话影响比较没有那么大，但这个阻尼的话，以如果然后我们以相同设计概念的底盘系统来说，欧系车啊它的阻尼就会做的比较硬朗一点点，那日系车的话会比较舒适的哈。啊，这个原厂的避震器啊，它也是日本大厂。日本的话，大概有两个大厂，第一个是 KYB， 好 KYB， 第二个是 Takiko。我们背景还一直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会比较吵，请所以我们包含一下。这个 Raffle 的话，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应该是 Takiko， 好，这个是日制的哈，所以它的原厂的品质啊，都还算不错了。那今天要降低的幅度比较大哦。原来的话后方大概会接近大概快10公分，10公分指的是轮胎的上缘啊到轮毂的距离哈。那今天要降低的幅度比较大，前面的话经理会帮它降到大概剩下2指弧，后面的话大概2.5指左右。那 Raffle 的车友啊，有很多都有在询问 KT 产品的相关问题哈，经理有时候都会看到。那如果啦有线上有 Raffle 车友的话，请可以提出你想要询问的地方，那经理就会把镜头啊带到大家想要了解的地方哈。好，那问题来了哦，它车高啊本来大概是6-7指弧好了，可是要降低剩下2指弧啊，后轮，好，它后轮的这个角度啊，后轮轮胎的 camber 角度啊会变趴，所以会变趴之后，它后轮轮胎的内侧就会磨耗的比较快，所以如果有车高要降低的话。基本上这一台车啊，经理都会建议要加装仰角调整器的，因为它后轮的这个角度、竖角啊、投影的角度，原厂是有一颗偏心螺丝能够做调整，
可是它的 camber 啊没办法调整，所以我们就会改装这个仰角调整器，在这个区段的地方做一个可调的机构，让它后轮的 camber 的角度就变成能调整，所以降低之后，我们把原来已经异常的 camber 啊，再把它做正，做到跟原厂车高还没有降低时候差不多，这样就不会失胎了。好，那这一款车 KT 的一个设计设定了，前面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它前面的避震器啊，如果镜头从那边看过来的话，可以拍得到高低点的差异性，这边比较高，这边比较低。那这个上座的话 KT 啊也都做出跟这个原厂斜度一样的一个上座，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再沿用原厂。像这台车2020年这个上座啊，肯定它还没有坏掉，可是如果可能大概3-5年后车主啊才想要改装 KT 避震器的话，那到时候要沿用原厂上座会有两个状况。第一个，如果沿用的时候啊，一装上车有声音的话，到底是原厂上座的问题还是 KT 避震器的问题，黑头讲后灰啊，所以 KT 的话就不需要再拆原厂上座来沿用，因为 KT 一装上车如果有异常，那就是 KT 的问题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像这个上座啊，它有特殊的一个组装的顺序，这个上座的下方还有一个止推轴承，这个止推轴承还需要靠一个转接座，像一些日系的品牌它需要沿用原厂上座的话，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KT 的部分的话是会附上座，那组装的时候也会比较快速一点点。好，这个是前面的部分，那后方的话是有附一个桶身。好，这个桶身的话上座的部分呢是需要沿用原厂的，上座的话是原厂沿用原厂的，在上座的下方有一个旋钮，那一个旋钮就是在调整阻尼调整软硬度来使用的。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前面了。前方的话，这台车是休旅车，如果啦车友们有看过经理介绍过其他车款的话，通常啊像这样的大小型的一个休旅车的话，我们前面弹簧的配置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台车的前方弹簧啊将它的前面的悬吊系统是麦花臣的设计，麦花臣的避震器啊它作动上会比较辛苦，它不只负责在转向上下的话都是需要靠麦花臣来作动，所以它的麦花臣作动会比较辛苦，那它的路感回馈也会比较直接一点点。如果啊像这样悬吊系统前方配置的是直卷弹簧的话，那可能啊在操控上会比较直接一点点，就比较会牺牲掉一大部分的舒适度。可是 KT 的话把行程拉长，把它作动的行程拉长，然后弹簧的话也做一个灯笼状的弹簧，不是直卷式的，前方跟后方啊都是一个葫芦状灯笼状弹簧，让它的一个乘坐感觉会更舒适一点点。而且灯笼状的弹簧它比直卷式的弹簧的作动的行程啊，它弹簧一样有行程，一样有一个区间的行程可以作动，它上下作动的范围这个叫行程，这个行程啊这样的弹簧也会比直卷弹簧还要来多出35%。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弹簧的厉害的地方好了，我拿一下灯，有哈。好，这个因为这支能够直播的手机有点旧，所以它的感光没有很好。好，我们从镜头从这里拍上来，这个叫灯笼状的弹簧，它的弹簧跟弹簧之间的线距啊它拉得比较开，所以作动的行程就比较长一点点，所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点。那当然啦， KT 是一个专业的避震器制造工厂，所以这些的像是这台车所使用的专用的规格啊，油管固定架、 ABS 感应线的固定位置、 A 点还有这边有一个 B 点还有离载串的部分呢、全部的话都是跟原厂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固定点的话是不需要再改装什么可调式的离载串或者是强化离载串。那上座的话在这个地方，上座是在这里。这一台车它的上座还蛮简单的，有的车款的话修理车因为座舱前移啊，它的上座会藏在挡风玻璃的下方，所以在调整阻尼的时候就比较不方便一点点。但这一台车比较简单，它把引擎室打开从这个地方就能调整软硬度了。
那调整的方式哈，如果有 RAV4 车友第一次看经理直播的话，调整的方式比较简单哈，往顺时针，这里有一个 H 箭头 H 的方向，它就会变硬，然后逆时针的话就是变软哈，所以从这个地方啊，你来调整软硬度。那调整的方式啊，顺序有两个哈，第一个是我们先把轮胎的胎压把它设定成正常。那什么叫正常？原厂像这样的日系车哈，在驾驶座门打开的 B 柱的下方啊，就会有一个胎压的建议值。我们把胎压打到原厂的建议值之后，再来调整阻尼。那调整的话，左边跟右边段数一致，前面跟后面的话倒是不一定要一致，没有关系哈。好，这个是前面的介绍哦。对了，那前面的车高调整要怎么调整？车高的调整啊，通常会交给安装专业的技师来做调整。前面的调整比较简单，前面的话，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啊，我们改变它的长短度，它的整体长短度车高就会改变哈。如果要低的话，我们把它整体长度这个齿轮状的托板悬松之后缩短，再调整好之后，这个齿轮状的托板一定哦，前方是麦花臣，它负责旋转，所以一定要记得把它敲紧哈，敲紧之后才不会有松脱，才不会有异音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前方的一个安装的细节。那我们来看后方啊，灯没有嘞，好有，好后方的话哈，这个是筒身，它后方的调整秘诀啊，跟前方是不同的哦。后方调整这个长短，它的车高啊是没办法改变的。后方的车高调整是在弹簧下方这里有一个调整机构，所以后方车高的调整是在这里哦，不是在这里。这里的话，它只是在调整行程而已。那这里这个有一个橘色的机构，哎，植物还有没有灯？去借我一下，这个没电。来，后方的话哈，这个机构啊，就是在调整它后轮的 camber 角度。什么叫 camber 角度？就是这个角度了。好，后轮的轮胎在这里嘛，当车高降低之后啊，好谢谢，当车高降低之后，这个角度会变趴，所以比较容易磨轮胎的内侧。那我们改装了这个可调机构之后，它可以把后轮的这个角度啊，再把它做回到原来车高还没有调整时候的，还没有降下来时候的样子，所以轮胎自然就能够磨耗的比较均匀哈。所以这个是后面 camber 调整器啊哈，仰角调整器会建议要车高降低之后要安装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十八寸的轮胎一条也不便宜耶。如果因为降低车高之后，让它的一个轮胎的寿命缩短，那可能不太划算哈。所以会比较建议啦，就是我们把这个仰角调整器啊，有降低车高的时候，不论是不是安装 KT 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啊有要降低车高的时候，这个都是会推荐要安装的一个产品。那今天安装选择的这个产品呢，这个仰角调整器我大概知道的哈，台湾有两个品牌都有做了哈。今天安装的是龙影 Summit 哦，这个我们应该也安装了好几十台，好甚至近百台哈。好，这个是后方的仰角调整器的部分。那后方的软硬度的调整呢，它是在筒身的上方，在这里这里有一个银色的旋钮，一样用手指头下去推它往顺时针就变硬了，逆时针就变软，从这个地方来做软硬度的调整。那有没有 RAV4 的车友有想要询问的经理刚刚没有介绍到的呢？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有的话啦，那可以私讯给我们的小编，那在文章下方文字里面有可以用 LINE 也可以用粉丝团的一个讯息来做询问。那这一款车如果啦车友们有很多对 KT 产品的一个疑问的话，都很欢迎告诉我们，甚至是如果车友们有想要来做试车，来做看看呢，实车的比较看看，是选择避震器最客观的方式哈。所以如果车友们有想要试乘，或者是说有刚刚介绍有遗漏的地方，还有问题的话，要询问我们的话，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好 ，OK， 以上是今天 RAV4 五代的直播分享，谢谢大家，拜拜。